右方 左方 오늘도 와서 버블티 먹고 싶어가지고 버블티랑 망고빙수 맛있는 디저트들 즐기고 가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.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演唱会，其实我自己也在等，我也希望可以赶快来开演唱会。应该说我的八月已经空下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，所以我也在等。谢谢您。好，我们是谢六方，现场也有很多我们的电子媒体朋友们，可以挥挥手。 大家好久不见了，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好久不见了，还有各位台北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哇，非常的热情。今天呢，非常的激动啊，因为好久没有在台北做活动了，那又是一个全新的身份，所以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的这次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开幕。那如果有时间，比较喜欢逛街吗？通常逛街或逛街有什么特别喜欢之处？逛街，其实我是蛮期待。 带我妈妈赶快来逛一下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太棒了太棒了。那接下来2024年还有什么计划可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分享一下？其实啊，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待演唱会，其实我自己也在等，我也希望可以赶快来开演唱会，然后希望这个场地赶快回复一下我，然后也在等待消息啊。那我觉得，如果。 哇，非常热情，非让热情，希望今年应该说我的八月已经空下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不知道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，所以我也在等。是，已经有透露消息了，非常感谢杰伦的现场的分享。演员中文就是。 来到台北的心情如何？有没有特别期待台北的体验？有什么事物希望来体验的呢？ 팬분들의 열정이 엄청나셔서 지금 너무 행복하고요. 그리고 오늘도 와서 버블티 먹고 싶어가지고 버블티랑 망고빙수 맛있는 디저트들 즐기고 가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. 现在现场的我的粉丝们呢，真的非常的热情，真的是热情满满。我真的现在此刻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那这次来到台北呢，我真的很想要试试看珍珠奶茶，然后吃芒果冰。那台北点心是非常的有名嘛，所以我都想要尝试看看。谢谢。那我们最后一题，请问一下，今年2024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新的作品？ 굉장히 가까운 7월 21일에 이곳 타이페이에서 팬미팅을 할 계획입니다. 그래서 먼 곳에서 이렇게 응원해주시는 팬분들과 시간 같이 보낼 수 있을 것 같아서 굉장히 기대가 됩니다. 그러면 우리 빠른 시일 내로 또 곧 만날 수 있으면 좋겠습니다. 我呢在一个很近的时间，就是预计在7月21号的时候，在台北举办粉丝见面会。 感觉能与在远方支持我的粉丝们一起共度时间，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期待，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再次见面哦。